大家好，我是大厨李来东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菜品红烧鲈鱼。首先原料有鲈鱼、冬笋、香菇、五花肉、八角、葱、姜、浓汤。首先我们将鲈鱼改成一字刀，放入盐、料酒，将鱼腌制一下，冬笋切片，香菇切片，五花肉切片，葱切段，姜切片。锅中做油，烧至六成热，将鱼放入，鱼炸入金黄色，捞出，锅中放少许油，加入五花肉片，下入葱、姜、八角、香菇、冬笋，烹入料酒、醋，加入浓汤，将炸好的鱼放进，烧至20分钟。鱼烧至20分钟，已经浓稠。盐、糖、胡椒粉调味，老抽调色，姜、葱与姜、八角挑出，将鱼盛入鱼盘，开火收汁。将收好的汁儿浇在鱼身上，这道红烧鲈鱼制作完成。